Turbo 不改不如推下海，这辆 H40 哦，它可能不是马来西亚的一种改装的 H40， 可是呢，它应该是改装到最为 profit 的那辆。那么今天呢，就带你来看一下这个 H40 的改装案例。那么其实这个 H40 的车主呢，大家应该很熟悉的，他之前有一辆 X50 Bumblebee， 那辆相信大家都很有印象。其实车主是同一个人来的，只是那辆车他还腻了，现在他就拿这辆车来玩，而且他表示其实这一个 Proton H40 呢会更好玩。那么详细点，他改了什么东西呢？主要针对引擎、刹车、音响等等等等都进行了升级。那么接下来就跟大家一个一个讲他改了什么东西。那么打开引擎盖，它第一个改装重点就是在升级引擎。首先旁边有一个 custom made 的香菇头，这个香菇头是可以改善车辆的这个引擎的经济效率。之后就是它的引擎，车主给我表示呢，它使用了这个 AW 的 TCU 跟 ECU， 也就是讲这个变速箱跟引擎的这个软件都不一样哦。然后呢，它已经去到 stage 2了。然后跟大家 update 一下呢，这个原本它引擎的数据啦。如果是官方数据呢，它的最大马力表现是 148HP， 峰值扭力表现 226Nm。那么在升级了这些东西之后呢，它的 on wheel 最大马力去到了 195HP， 然后它的峰值扭力去到了 320Nm。所以呢，这个基本上去到 2.0 turbo 的水准了。谁讲三缸引擎没有改装潜力？而且实际开起来呢，我也很喜欢它的设定，等一下跟大家分享一下。那么改车呢，不可能只是改一个部分罢了的啦，所以呢，它整辆车其实都有做一个升级的部分，包括了这个悬吊，包括了刹车，包括了轮圈的部分。首先先讲轮圈啦，它的轮圈采用了这个 STAR 的锻造式轮圈，每一个轮圈的重量只有 6kg， 真的是非常的轻。那么整辆车其实就只有大概是 24kg 而已，帮助这个车子轻量化。然后呢，前面这个刹车卡钳，眼尖的朋友应该看到，它换了一个刹车盘跟这个刹车卡钳，它用的是 AP Racing， 然后这个刹车碟的直径达到了330mm， 而且呢，它的 brake pad 也是用 Endless， 这些东西不是 Shopee 买来啊，全部都是正品。它的刹车性能真的是符合性能车应该要有的标准。刚才我忘记讲到，就是这一个锻造轮圈，它是17x8J， 那么它使用的轮胎它也 upsize 了一个 size， 现在是这一个215/50R17， 原本这个 spec 它的轮圈是16寸的。那么它使用的是什么轮胎呢？它使用是刚刚发布的这个 Continental 的 MC7。那么我有问他了，为什么会使用 MC7？他讲他本身是这个 Continental 的粉丝，因为他除了这台车之外，他还有几台性能车都是用这 Continental 的轮胎。然后这个轮胎他选择它的主要原因就是对比 MC6， 它有几个升级点。首先就是这个轮胎的抓地力升级很多，车主有表示了，他会选择这个轮胎就是因为他觉得这个轮胎对比之前的 MC6 呢，抓地力的表现进步了很多。而且呢，他最近刚刚开这台车下车棒，这个车的抓地啦跟 traction 表现等等都让他非常的满意。然后第二点就是他的这个噪音表现，Continental 7系列不管是 CC7 还是 UC7 还是 MC7 还是 SC7， 它的这个隔音表现跟轮胎的噪音表现一致都比上一代的6强。我刚才开上来云顶的时候，确实它会比起之前的这个 MC6 更安静。然后还有一点就是湿地的表现，湿地的表现在马来西亚其实我觉得非常重要，因为时常下雨。如果是讲你的轮胎在湿地的表现不好的话，那么你开车可能会有危险。那么这个排水性跟它的 wet ragging 其实都不错。最后一点呢，就是这个轮胎呢，它是一个非常均衡的轮胎，就是讲六边形战士啦。这个轮胎你要 daily use 它是没有问题的，它可以符合你的需求。可是，在 weekend 你要去热血一下，它又有不错的抓地力。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车主选择这个轮胎的原因。其实之前我在澳洲有试过这个轮胎的，这些也是一些读者问我的问题，所以我就在这边就回答给大家。那么大家要试一下这个性能轮胎的话，我是觉得这个 MC7 是可以考虑一下的啦。然后现在要跟你讲的就是它跟其他的 H40 最大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的后悬吊。其实它的后悬吊进行了完全的升级啊，车主自己去 custom made 后面悬吊的一些部件。首先呢，他去定制了这个双向的避震器，然后分配这个一体式的弹簧。那么这个悬吊在经过了这个升级之后呢，虽然讲它还是头悬边啊，可是在操控跟舒适的中间，它抓到了一个均衡。如果是讲今天你有开过普通的 H10 的话哦，它的后面悬吊你应该会发现到啦，它就是偏家用，就很舒服。可是有时候你在过弯的时候，它的 body roll 会比较明显。可是这一个悬吊，它把 body roll 控制得很好，但是它又不会牺牲掉它的舒适性。尤其是我该在上云顶的时候啦，
那个表现真的是，我觉得它跟普通的 S70 比相差最少差距有一个30%这样。相比它上一辆黄色的 Bumblebee S50 呢，这一次这个 S60 的改装呢相对低调，它主要是升级 engine， 然后悬吊 brake 等等，所以在外观设计上面看不出有几特别的地方。但是千万不要因此小看它，其实它在这辆车改装的这个心思呢，比之前那个 S50 Bumblebee 更多。那么除了这些引擎动力跟悬吊的升级之外，它在音响系统还有一些东西上面有升级，接下来就带你看这些。那么车主除了是一个 performance car key 之外，他对这个音响啊，还有一些细节上的东西，他其实是蛮在意的。我先讲这个车的内装有什么不一样，就是车顶跟 B 皮勒这边，它换成了这个奥坎塔拉麂皮的材质，然后在这个 A 皮勒这边有一个表，就是可以看这个涡轮增压值等等这个引擎的信息啦。这些只是小儿科，最主要的点就是呢，整辆车的音响系统 original 的音响系统给它换到完，升级到完就是了。然后最大的改变就是这个触屏主机啦，这个触屏主机其实是一个 Android 机，12.3寸，然后它的机体我没有记错的话是 12GB 的 RAM， 128GB 的 ROM， 比起原装的6+64强很多。而且它还支援无线的 Android Auto 跟 Apple CarPlay， 这个应该是很多人要的东西啦。然后除此之外呢，它还配备了3个 DSP， 12声道，然后车辆往哪里看都是喇叭，包括了这个后面有2个低音炮，然后前面有这个中音喇叭，然后有这个人声喇叭，还有这一个门板上面的喇叭全部都换过了，而且都是这种知名厂牌，它的音响效果确实是很震撼一下。可能会有一些朋友问啊，就是讲 Proton 的车子很多的功能都需要通过这个触屏主机去做一个更改，如果换了这个主机怎么办？其实它的原装触屏主机还在，它放置在了这边，就是讲有一些设定你要调整的话是可以通过这个触屏主机进行调整的，只是会有一点点麻烦。同时车主也建议呢，你真的要有这个心理准备，不然的话你不要去动这个东西。 OK， 那么它的音响效果有多震撼，现在我们来听一段。 大家应该很关注它的驾驶体验怎样，走下来我们就去试驾。那么现在我们就来试驾这一个改装版的 H10， 刚好现在在下着绵绵之雨，首先我就要先称赞一下轮胎啦，这个 M6L 的轮胎在4D 的表现真的是不错。你看云顶的山路是一个比较那种弯来弯去的路啊，大家都知道啊，是不是？不过我速度在70-60左右，没有超速啊，60-70的速度左右，基本上它的抓地力都还是 OK 的。然后大家注意去听那一个轮胎的滚动的噪音，基本上是没有噪音，对不对？就没有什么听到有那种杂音啊，轮胎滚动的声音啊。我觉得这一个就是这一次 M6 进步最大的地方，然后也符合了这个车主讲的，他要 daily use 也好，他要 perform 也好，这个轮胎都可以满足他的需求。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哦，他的那一个抓地力真的是好，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讲那个车子的操控好不好哦，除了车子本身以外啦，轮胎也是很重要。如果讲今天你真的是一个很好的车子，哎，咱们讲你 BMW， 然后你配一个烂轮胎，它的 handling 也不会好到哪些。因为我自己也是用这个 Continental， 所以我真的觉得 Continental 的新一代的轮胎真的是不错啦。OK， 然后接下来就讲回这个动力表现，在 Proton H10 普通版本的时候，我开的时候我发现它还有一个特点啊，就是它的变速很快，就是0-30这样它很快，有时候甚至会打轮。可是30之后到80它会有个空窗期，就是那个动力会比较柔一点，所以导致了它的0-100加速不算很快。可是它要在这一个80左右之后它的速度才会回来，所以它的这个扭力平原是不连贯的。这一次呢，这个 H10 改装版，其实我有跟这个车主讨论啊，他讲其实他这一次他改这辆车的目的，他并不是为了几块，他是为了一个日常很好开的 tuning， 所以他的每一个阶段他的动力的储备都很饱满。就例如讲现在我在云顶嘛，然后云顶的路很斜，所以有时候一般的车爬山会很吃力。我现在速度是大概是60这样 ，OK， 我今天要加速，你看我一踩油，它的这个变速箱就马上换挡，然后动力就释放，我就可以马上加速，然后做一个转弯的动作。它就把这一个细节做得很好，因为当很多朋友买车的时候，他们会看这个纸面数据啦 ，OK， 可能150 HP， 然后300 Nm， 可是他们忽略了一点，就是这个峰值扭力是在哪一个点出来，然后它的扭力平原可以维持多久，因为这一些东西都会影响到这个车辆的加速表现，还有它加速的连贯性。车主把它去做一个修改，或者是讲去 remap 了之后，它就弥补了这一个缺点。因为改这个车它主要的目的就是今天 OK， 如果在海威行驶的话，我要割车，我有一个随传随到的动力，
一踩油，看动力就来了。在原装的 H40， 你在踩油的一刹那，那个压箱的换挡会比较慢一点点的。可是这一个就真的做到随传随到，所以我很喜欢它的这个设定。最后要讲的就是它的后悬吊，这个后悬吊改了真的很有感。之前的那个 Proton H 的悬吊不是讲不好，只是讲它会在一些情况下，例如讲，你像云顶这样子，你在 corner 转弯 pack 弯的时候，它的 body roll 会有点明显，因为它的那个悬吊是偏舒适性，它支撑不到。可是在这一个它改装了过后哦，它没有牺牲掉它的舒适性，它的舒适性是有在的。可是就是在过弯的时候，你可以看哦，从镜头看到我的身体，我的 body roll 是不会明显的耶。所以我觉得这一点还蛮难得。西亚德，这个就是我对这个 Proton H 是改装版的这一个试驾心得啦。我最喜欢的点真的是在它的 engine， 它的 engine 这个 tuning， 这样讲 Proton 会骂我吗？我真的觉得它做到比 Proton 原版的更好。真正玩车的人就是不一样了。这辆车你看它的外观设计跟普通版本没有差太多啦，只是开起来真的差别很大。不过呢，这个车主也有一句话要我提醒给各位 S70 车主啦，就是你要去进行这些改装的话，你要有一个心理准备，就是你会 work warranty， 而且你要改装的话哦，你真的是要找信得过的 tuner 啦，这个真的很重要。那么如果是讲大家有兴趣，真的是想去冒着那个 work warranty 的风险哦，去改的 S70 的话啦哦，你可以去 join 这个 S70 的 group 去参这个车主，那么他会跟你分享一些心得。然后总结的话，这辆车对比普通版的 S70 呢，我真的觉得它改进很大。真的很好开，尤其是它的动力表现跟它的悬吊表现，对比普通版的真的进不了一个，最少有30%左右。我觉得这一个才是 H10 的这一个完全体。其实我自己有一些朋友啦，他们自己的车一拿了这个 H10 后就已经去 remap 了，他们给的 comment 其实也是一样，很好开。那么这么多人讲好开的话，会不会影响到你去 remap 呢？可以在影片的下面留言给我知道啦。好啦，以上就是我们这期 Proton H10 的改装版本的影片。那么大家对这个改装版有什么看法，可以在影片的下面留言给我们知道啦。好啦，以上就是我们这期影片的内容，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一下。我们下一次见，拜拜。